它是重磅升级，你看灰色就知道了，有没有厚磅的？然后它就是很典型，大家很喜欢穿的螺纹上衣，但是我们把它制成毛衣。第一个黑色是必须，第二个 V 领，第三个呢，它是这样子放下来有腰身的，弹性极好，然后长度大小 S 号 M 号以后都可以穿。然后再来这边是做一些落肩，微微的这种落肩袖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在这边你可以加无限的发热内搭都没问题。你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挺料磅数的白色呢，它不太透啦，走秀的话真的磅数比挺，然后完全不扎肤。我这个灰呢，真的很不像灰色。它是有点灰绿的概念，虽然上可以切角盖住一点点小屁股，然后呢也不会就是太大或者太小。